豹哥，豹哥，你在干啥呢？我那一蹲动也不爱动的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玩啊？你要不想跟我一起玩的，你可以直接说呀。我他妈在拉屎。这啥味儿啊，豹哥？这啥味儿？这屎他妈的啥味你儿？怎么这么香呢？你是不是藏好吃的了？你有病吧？你是不是藏好吃的不想给我我吃藏啊？屎啊？干什么？闻闻在哪？在你屁股底下，肯定在你屁妈股的，底我下。拉个屎，你能不能安你分让点？开，你让开。让开，给我看一眼，给我看一眼，给我看一眼。嘿，还真是这么大一坨哈！你滚自己啊！偷偷藏这么大一坨，你什么意思？亏我还叫你一声大哥，你自己想一想你，嘿，你干啥？你扒拉他干啥？你给他盖住干啥呢？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，豹哥？为了不让我吃，你自己也不吃了这是狗吗？他妈的有得病到的吧？直接毁掉呗。咱就是说啊，你啥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啥意思啊？别拿你那大屁股对着我，你给我说清楚啥意思？